郭石夫，北京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央文史馆画院研究员，清华美院中国国家画院客座教授。同学们，今天我们的课程主要是画兰花，同时呢就介绍一下，就是因为画兰花时候我们前面也讲过，梅花竹子都讲过了，那么呢这个画兰花的时候呢，可能还要需要连带着把这个画兰花的佩戴一些石头的画法的跟大家伙儿也讲，也同时讲一下啊。因为画兰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配竹子啊，我们因为前面的课也都讲了啊，竹子和兰花往往都画在一起啊。具体到画兰花的方法的时候呢，这个芥子园里面给大家也介绍得很清楚，大家下面去可以看啊。兰花从撇叶开始啊，我们主要呢就把它分开讲啊，一个是讲撇叶啊，叶子的这个起笔是三笔、两笔、啊五笔的无数笔，这个点呢，就是芥子园里也都有，啊也都有，眼是凤眼呐，啊这个笔的这个一笔的起笔的是折笔、螳螂肚、鼠尾，这个这些基本的要素，这些方法上面都有，大家下面看就可以。我现在呢，就是给大家呢来讲这个兰花的用笔啊的形式啊。画法，啊，希望大家啊，这个在看我用笔的过程当中，啊，如何去运用这毛笔啊，形成在一条线的过程当中形成它的变化的感觉，是吧？这个画兰花的难度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笔的这个转折上。因为我们知道兰花它是一个，啊，兰花的叶子并不宽，啊，现在因为兰的品种很多，我们到这个花卉市场看到兰花的品种很多，有的叶子那么宽，是吧？有的各种各样的兰花，是吧？啊，但是我们一般画的这种兰花是草兰，它的叶子呢就是这么宽，然后呢是扁状的，是吧？正因为它是一个扁状体。是吧？所以呢，它就是有一个啊自然形成的这种变化感觉，是吧？这个变化感觉呢，在我们的用笔里呢，就形成了这个笔的这种转折，啊，这一笔的转折从起手啊到收手，到这个笔到这个画到这个啊肩部的时候啊，这一笔是不可能有停顿考虑，不可能啊，所以它叫一笔要画下来，是吧？不管是逆行笔还是正行笔，啊，我们讲正行笔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从根部画起，一直画到这个叶子的梢，是吧？逆行笔呢，因为就跟前期讲到这个用笔的方式是一样的。就跟画那竹竿的那个形式也是一样，它要随着笔顺走，啊，随着笔顺走。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这跟画家的一种用笔的习惯，个人多年形成的习惯也有关系啊，也不是不一成不变。关键是要把这个叶子画活。我们去看芥子园的时候，那是一个初级的，是吧？教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实际我们在生活里头看到的兰草呢是千变万化的，是吧？尤其是自然界的，啊，叶子被折折了的，是吧？啊，被卷在一起的，什么样的都有，啊，这样越是这样的，越是自然的东西，啊，使得我们去感觉它的蓬勃的生命的感觉，啊，那种美的感觉，啊，视觉上那种美的感觉呢，就更丰富。当然，我们古人画兰花呢。这个也是有际遇，
是吧，把它比作香草美人，是吧，这个美人指的不是女性啊，而是男性，是道德啊，这是古人的一种情怀。所以画兰花来说，历史从古到今啊，都有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画兰花的高手。这一本《梅兰竹菊》里面就有兰花，是吧？也有各式各样的这个配搭兰花的这些石头的画法。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同学呢可以买来去读，啊，去读。兰和石和竹和梅配在一起，这种画面很多，啊，还有这种长卷性的，啊，这个兰与石与竹的搭配的，像这样长，像这个长卷，是吧？这个长卷，啊，这都是啊画得很好。有些这里面呢也有一些石头的画法，包括了在画兰花的相配的一些杂草。也有简单的啊表述，只是兰的像这个石涛的这个啊，就是两根兰草啊，甚至啊根呢都画出来。像我们宋代的画家郑索南，他画的兰花都有啊，都把根画出来了。啊，为什么呢？他就讲，兰花没有了土，没有了土地了，就是土地呢哪去了？被金人掠走了，是吧？也是一种爱国，画兰花里头寄情的一种爱国情怀在里。所以中国人呢是用这种形象的办法画这种物象的东西，来寄托了一种精神的高华。在每一位画家的笔下，怎么来评判他的好与坏呢？就是看他画的笔墨里面的活脱性怎么样，这个画的有生命感，很活，这就是好的。画的类同死物，这就不好，是吧？所以呢，大家知道了这个道理的话呢，在画的笔的追求上呢，啊，就知道这个笔啊，但是这个笔要经过训练啊，通过我们啊这个不断的训练过程才能够达到啊。那个画兰花呢，就两个步骤啊，关键的是兰叶的画法，我们的花呢是往里去穿插。就要你穿插，但是呢，花呢，要见笔，啊，兰花的画法，尤其是这花的这个瓣儿，也是很难掌控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一笔下去以后，它要把这个瓣，这个花瓣的这种姿态的美啊，从这个一个花瓣的头，一直到花瓣的尾，这个姿态的美一笔下来，啊，在这一笔里头就都有了啊，它不能够去在那儿添加描摹，那不行，那就死掉了，啊，那个画的那种精神就没有了，是吧？包括那些蓝点蓝的那些用笔，非常非常的，啊，像我们的书法，像我们的行草书的用笔。所以说，掌握了书法的用笔的方法的话，可能对你画兰花会有帮助。所以我们的古人总结了，就说呀，一世兰，半世竹，是吧？你看竹子很复杂吧，前面我们讲了那么竹子的复杂性，是吧？但是古人说是一世兰，半世竹，啊，是半辈子把竹子画好了就不容易，但是一辈子要把兰花画好了那就更难呢，是不是啊？可见在兰花的用笔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难度。所以我们在这个画兰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笔的这种表现力。就这本书里面是不是所有的兰花画的都是很好，也不尽然啊，也不尽然。我们在这里头可以分析哪些画的比较好啊，哪些画的呢相对的呢我们觉得弱一点啊。那么这里面像这个郑板桥他画的这个兰花里，这个册子里面，兰花里面啊，也有他画的这个，就是一枝兰花，啊，没有叶，正好呢给我们学习呢提供了一个画花的一个范本，啊，我们可以去，虽然这个里面很简单啊，它就是两个花三个朵
啊，一根干上来，是吧？但是你看一看那个花的那个笔的那种姿态，那个笔的姿态非常非常的美，啊，包括这个这几个啊花苞，是吧？有开的，有没有开的啊？这个还有就是它这针中间这根干。既圆润又有变化，而且又表现出来它的那个，它不像竹竿啊，你一条线竹竿那一条线它是硬的，这个呢它啊，这个它是软的中空的，所以这个用笔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通过看这个，我们再来看它这里面的花的时候，我们就理解了这用笔的这种方法，啊，这种用笔的方法。包括了他，因为他画的这个都是春兰啊，兰花。这兰花的这个形式呢，其实兰花的品种很多啊。我们一般讲的兰是这种草兰的话，就是它只是一个挺一个花的，这叫兰，是吧？那么一个挺上好多花的，这个叫蕙啊，蕙花。但是我们通称的兰花都把它叫做兰花，啊，兰花是兰蕙是一。是一回事儿啊，只不过它这个生长的这个不太一样，一个朵的是兰，我们说其他叫蕙啊。所以呢，兰竹，你看这么瞧这张画的话就很明显，从兰花一丛一丛的兰花画起石头，然后画的竹子啊收尾，非常非常的安排的非常的美。包括竹干啊，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上啊。几节课讲的竹子的话，竹干的这些立干的方法，你看这些干的这些穿插啊，是吧？跟这个兰花的这些穿插这些关系，我们读懂了的古人的画的情况下哈，我们落笔的时候呢，就啊，心里面就有一个啊感觉，是吧？去追求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我提倡大家不断的去读？读的时候就是从里面读出这笔墨，读出了精神性，读出了用笔的这个感觉的这种东西。这是从兰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呢，来入手。下面呢，我来这个给大家做示范啊，教大家怎么去这个画叶子。现在呢，我从这叶梢向叶根画，这也是为了笔顺啊。这兰花呢，也我刚才讲了，这个笔顺这个东西呢，是跟画家的习惯也有关系啊。那你先看，我觉得怎么顺，自个儿画的怎么顺，可以怎么去调整这个笔。啊，这个笔上的带的这个水分呢，不要太少，也不要太多，太多你不容易控制。入笔的时候，你看很健，它是吧？那么大家一会儿再看，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所谓的螳螂的肚，啊，是吧？这点像鼠尾，啊，像鼠尾尖起来，啊，我们这个笔呢，掌握它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这个位置很关键，要像鱼头，这个芥子园里讲了，像鱼的那个头，它是圆着收进来的，啊，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当然，你刚才我画的这起笔很快啊，但是起笔的时候总是，啊，这笔入进去，看，啊，这笔才一笔变化，是吧？那么两笔呢，就是叫凤眼，你看这不是一个这怎么是一个像凤眼似的吗？第三笔呢破凤眼，可以这么破，是吧？
第四笔呢，不断的破，你可以这样破，是吧？然后呢，总而言之，在找这个过程当中，去破，啊，去成破，这就是画兰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用笔的一个形式。基本用笔形式，有时候我们说这个画的少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画几根兰草的时候，容易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节点的事儿，就是像这个问题，像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画多了，啊，我画的很多很多叶子是，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避免不了的，因为它自然界也是这样，叶子多的很可能它就搭在一起，但是整体的感觉的时候，啊，它的疏密关系。要美，要美，但是你三笔五笔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越少越好，整体的多，我说的是整体啊，画的叶子很丰富的时候，它就不可能避免这个了。但是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但你像这个，我们画的时候呢，你看啊，我刚才说的鱼头的时候，这个里头不是鱼头吗？但是这后面外面又出来了呢，那这个就形成了这一笔和这笔的有重复的现象啊，我们叫调整啊，调怎么调整呢？把它过来啊，加一笔过来，让它气油往回收，是吧？所以我们掌握这样一种方法的时候，我们在画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笔往哪儿去啊，而且画的时候这个兰叶，你们去看啊，这几条兰叶，一、二、三、四，是吧？这是几条长的，但是它都不是一样的长短，因为这兰叶的长短，如果它都一样了，那就它的方向感就不好了。所以刚这一本画册里头，我也说它有好有坏，有的它就是画的都一样长，一样长啊，是吧？所以呢，那就它就啊缺少变化，缺少了变化。我们知道艺术这个东西是，尤其是我们这个视觉的艺术当中，它越变化的越多，它的矛盾互相的矛盾的感觉越多，画面越美，啊，画竹子是如此，画梅花是如此，画兰花也是如此，啊，它这个矛盾的这种对立的这个统一啊，这是画兰花的这个基本的方法，啊，那兰花呢，还有根部，根部怎么画？其实我们可以画的很无数的啊笔，只要画出这种一葱的美感啊，你比方啊，这一葱兰，啊，那下面的根，我们把这个根收起来，啊，让它长在一起啊。然后用淡墨，用中锋的笔道，啊，这根一定要中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肉质的根，这肉质的根是圆的，所以我们用中锋的笔。这一葱，它就像是从地里头我们拔出来的那个兰花的那个根，这根注意它不要画的都齐了啊，不要画齐了，它里边我说还有一些这个带着一些点点啊，所以呢，这个画兰花的时候呢，就画这个一葱葱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啊，注意这些大小空当的这些变化。
一些穿插的这些变化。虽然说是这么说起来了，但是这做起来的时候，有时候确实是很不容易啊。李敏阳，这是一丛，那同时在这一个画面上再加一丛行不行？可以，也可以，但是要加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的方向。啊，这就是两丛。既要感觉到它是两丛，啊。它里面有交叉，但是呢又不能乱，要控制这个，啊，这一点是比较难。你看这些笔过来到这，哎，它自符合自然的礼法，但是我们画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大家不要着急啊，知道了就可以啊。现在你可能掌握不了，是吧？那掌握不了的情况下呢，你就是啊，先从简单的去入手。所以大家伙儿看出来了，这是两丛，是吧？两丛的话，哎，构成画面的整个的丰富的感觉，啊，这是从兰叶的这个角度来说啊。所以画兰花的很难，大家伙儿看我画的时候很快，是吧？这个笔不是很慢的，啊，这个笔入笔的这个转折啊，这个是很快的。有时候呢，你看啊，我还啊这个笔。因为入笔要什么？你看这笔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这样的话，这前面啊形成了很薄的一个片片。笔调整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是吧？在笔的这个捻动的过程当中，它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面，啊，就形成了我们说的鼠尾螳螂肚的这种方法。所以我说这个笔的时候，当然我这个笔使的是这个大一点的这种羊毫笔哈，啊。大家伙看我在蘸墨的时候，我就把笔调整过来，把笔锋调整了。笔锋呢是入笔的时候呢是立面这么入的笔啊，这个笔呢它就形成的鼠尾的尖部，是吧？那么我稍微的一转折，它就过来了。这个笔呢就有了很多的变化，你这变化的可能性在这个手里的实转的过程当中就变化过来了。所以这个用笔的时候，画家在用笔的时候，其实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啊，有时候这个东西它不是教它没法，它没教你，每一个人可能都不是很一样，它习惯上不太一样，是吧？所以呢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学画的人有时候有慧心啊，你在观察那很细节的时候，哎，这先生他为什么就这么占笔，这么什么？哎，他没教你，他没说，他只告诉你这东西怎么画，是吧？其实这里面有着好多好多技巧的事儿，是吧？包括以后我们去画荷花的时候，这都用得上，啊，这都用得上。有时候先生拿起笔就给你画，画的时候你不注意的时候，你光看他画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注意他在用笔的过程当中，他怎么去控制这个笔，把这笔调整到什么样。啊，当然我在这里头呢把这些秘密呢告诉大家，啊，这都是画家的秘密的地方，啊，是不是啊？这个一般的来说他很少讲到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用笔方法，是吧？就是我们画竹子也是，会大家画着一看也是把笔调成了这个样，为什么呢？他入笔的时候这尖不在头，它容易转过来。咱们这是一个在画的画外题啊，提到这个用笔这个方式问题啊，这个希望大家呢就是，啊，在看人家画画的时候呢，你就看人家在笔的这种掌控时候，这个，哎，他如何调整他这个笔啊？刚才画了很多这种从下面，
这这一丛一丛的这种兰花，啊，兰花还有时候呢，我们画在这个，啊，从上往下画，啊，这画册里也有，大家也看到了，从上往下，从一个石壁上生长出来的时候，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兰花呢，有时候我们就要从根部往前画，啊，它因为它长在石头上，啊，所以呢，画的时候呢，这个用笔呢。也多少有一些变化感，所以我现在做一个示范，大家看。这是一个石壁啊，那么这兰花长在石壁上。那就从壁啊，是吧？这个呢，你看它也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从这儿画到这儿收，还是要收成这个鼠尾的形，它有力度，而且这要还有弹性在里面，所以这个方法呢就跟刚才那个不一样，用笔的方式不一样，用笔从根部往外抽啊，往外抽，但是往外抽的时候。大家会看到的这个用笔入进去，这个转折，包括你像这条线嘛，它有转折，有螳螂肚下来到鼠尾，这个感觉是吧？有长有短，有大有小。画兰花的时候，就是啊，要掌握这个用笔的规律，用笔怎么去把这个笔符合这个物理，符合画理。和精神的需要，啊，掌握这蓝叶子的画，这个蓝叶子画好了，为什么这个我前几讲也讲过了，这梅兰竹菊的重要性的话，这就为我们以后啊画草本植物的时候有了一个基础，啊，有了一个基础啊，这个草本我们知道草本植物很多啊，包括我们在画荷花的时候贴那些草啊，这些东西它都是这种这是。形式的，啊，都是这种形式的，所以画起来的话呢，你会画兰花了以后，其实那个草，你才能够有时候画得好。下面呢，我再来给大家讲解这个花的画法，啊，叶子的画法，大家刚才看了哈，但是呢，刚才是咱们说了，你大家看我这种画的时候的话。这种啊，这用笔的状态啊，但是呢，也还可以更苍茫一点，更古厚一点的，这是创作状态下的情况了。当然，我刚才讲的是让大家伙看到这种最基础的东西啊。那么下面来讲花啊，刚才咱们讲了花呢，一根挺上一枝花的叫兰是吧？一根挺上有很多花的叫蕙。但是兰蕙的它花头啊，基本它都是相一致的，只不过有的那个兰花的那个花头的那个它那个瓣啊，可能宽一点，有的稍微的窄一点，这是品种的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现在画的这种兰呢，基本上就是这种兰蕙，啊，不是外头那个植物园里的虎头兰呐，啊，或者说那叫什么兰呢？那个。蝴蝶兰不是那种兰，那都属于兰科的兰，但是它跟我们所画的这种，啊兰，不一回事儿。那么这个花的画法呢，啊，我先从一个花画起，啊，
就说这一个花画起来的话，也要画得婀娜啊，这个花要有态势，有情感啊，这不要把这花画了一个直直的一个花，一个什么像个塑料花似的就坏了啊，这花要画出情感来。刚才咱们讲了画叶的时候，我蘸墨的时候，大家伙我给大家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了哈，在这个笔的时候，你们看他画花的时候正相反啊，正相反，这花呢面尖后面也尖啊，中间这个啊，他就不能像刚才那样去调整这个笔，也是在这个蘸墨的过程当中就把笔调整过来了，这个正好是要尖，跟刚才那个不一样了啊，而且尖呢要墨调的呢是有些变化，你看这是尖的了，是吧，跟刚才形式不一样了，为什么，它适合于入笔出笔啊，它很短呢，是吧，没有那么多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很微妙的在这个里面啊，所以呢把这笔调整过来，这个大家看这个入笔啊，一笔在画一笔时候，大家伙儿通过镜头可能看得很清楚这一笔的感觉，是吧，那么看了吧，是吧，他这个画这个笔入进去以后，他一笔下来，他那个形态基本都有了，这是点这个蕊，花的各种姿态啊，这是半开的开的啊，这是在半开啊，偏转式的啊，还有这个没有开的包。关键是这入笔啊，我做一个慢动作啊，大家来看啊，是这样收，看了吗，这些慢动作啊，啊再一个慢动作，你看看啊，这笔起伏这个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调整用笔是很关键啊，垂下来的，这是画一个花儿。
这是画单枝的花的一个啊。我们在画绘画的时候啊，绘画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先立这根干。刚才我在讲这画册的时候，我也大家也看了那个干，中锋，中锋硬笔啊，从这个肩部往根部画啊。这个呢，中锋硬笔呢，从肩部往根部画，越逐渐的呢，下面憨一点，上面细一点。这个你看，大家伙可以看啊，也是像那个中间停顿时候的，它稍微有，因为它是稍微有一点变化感啊，别把它画成一个棍儿，一个直棍儿就不好看了啊，是吧？这是它生花的啊，嗯。我们画这个这一串花的时候啊，最好画的它互相之间的有顾盼啊，它就好看啊。说自然界里那个是不是都是这样？不是，是吧？但是我们要找到它那最美的那个感觉的时候去表现它啊，因为我们是画啊，所以呢画得有顾盼有变化，这样的话这一串花呢就画活了。如果画的这花左一个右一个画起来啊，谁也不理谁，这不好看，主要是啊没有情感在里面啊。嗯，它是上面的可能没有开，所以我们从中间这部分画起。又有变化，变化的感觉啊。到上面这个呢，这样的可能就是这两个骨朵啊，这就是一串花。这一串花的这大家伙儿看出来这个感觉啊，它有一个这样一个走向，是吧？你在画另外一枝花的时候，它也是，我们向这个方向画一个，是吧？还有的就是一串它都没有开，我们不能画的时候说这把都这串这画了一片兰花都是开的，它兰花有开有一些，像它不开的呢，就是像这种绘画就是啊有点杆儿，是吧？我们也画的它有这种顾盼的感觉。
互相之间有这种顾盼的感觉，这样画起来它就好看。啊，嗯，那么在点蕊的时候呢，点这个蕊的时候，这个用笔像写字啊，非常像写字，非常像我们的行草啊，那个心字啊，我们说那个心啊，大家都知道心字啊。其实这个点这个蕊的时候，就跟那心字的用笔完全是一样的。你看，啊，这笔尖是怎么过来的？这不是像心字似的吗？你看，是不是？就是这样，啊，点这个，点的，你看，啊，越入笔要实，起笔这个。这个影带，这一连笔不连的这种感觉啊，把它画活活化啊，画这个，你看画这个的时候也是，它有态势，是吧？这每一个你看它入笔的这个都有态势，这勾过来啊，这个很难，所以呢需要大家下面去练啊，不练这个是解决不了啊，所以古人讲这仪式。难办事竹啊，这个道理就在这儿。别看似简单，啊，其实最奇绝。古人讲，啊，看似简单最奇绝，啊，它非常难，啊，需要大家下面去苦，啊，用时间，啊，去练习，啊，才能掌握这个笔下的这各种姿态，啊，这个兰花呢才能画得好，是吧？我们这节课呢，先讲到这儿。